哎呀，咱现在马上拿青条去。咱先给他多拿回来，你把你妈妈了。你给家啊，你给家吧，一会儿再去。走到那儿一去，赶紧走吧。一会儿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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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
怎么就大一点池儿呀？就这一个三人池。本来不会开小坨，会开小坨了，开个小坨。你还怪热闹呀？热闹吧，捡个钱在这大热闹。我这热闹，你看看。我看着都不在外呢。哦，多着呢。这是咋的班儿啊？骑的骆驼吧？骆驼能生出来的？你坐着玩会儿，这是。多少白烧给我在那个多少哎中这个多少再白我上我中中中这多少小二千万两多少呢还有三把骆驼的都是一样掉的可多看那还有三都得有骆驼俺爸妈去了我看又回去了回家刮胡子呀半年不上这边刮胡子听说你赖里回家当班长吧上镜里帅一点儿哎我说这边就估计刮胡子嘛你也不上赖这边忙啊忙的这个牛大的这都现嘛这都现嘛叫你亲家俺拉回去点儿拉回去点儿给你带带对给俺带带哎呦，骆驼小了，要没在我搁这儿啊？啊！你乱了，该走了。你回家刮了刮胡子啊？哎，买豆腐呢。买豆腐还得打扮呢。哎，人家不嫌脏吗？你还是会拉回去了。早钱也花掉了。哎。没来四刀了。没来四个都，那两个在那边买完了。哎。这出去要了呀？哎，就跑到买了吧。我不得给你兜一不得吧兜一不得你说兜一块回去偷了你要越干弄一下太过头了从这太过了偷了三十我就太上了这亲家装爹豆腐装爹太多了怎么吃完了你这还没出台呢你把别人给我尿了怎么没事我跟你说遇上了我跟你说放上人都吃你家长来人家我让人不再吃你看呀，咱哥收着了，咱哥都。跟闺女的话，芝麻酱一浇吃，哎，端着端着了，赶紧吃吧。你吃点不吃吧？我不吃，我不吃，我吃点吃，我不吃。装装我。装装，白走了。啊，给搁这吃。啊。这有芝麻，有辣椒的。这是带青椒的，你吃吃。对。再往里头倒不倒？辣椒，我吃辣椒呗。吃辣椒。京东的芝麻叶。叫辣椒不来一米儿。站着吃，你吃吧，给给给给吧，给什么些的？说这不吃还有块儿，给吃吧，吃吧吃吧。吃面，你吃面。哎呀，该吃豆腐了，老了。没青椒，吃一个，吃没青椒。把青椒叶跟那个芝麻叶。这些啊。对呀，你就站着吃吧，站着吃吧。给吃的也空。那再来一口。咱这是也行啊，咱这净重点也不好给，不能重给。当然不好，咱拿不来。那俺爸忙了这一本儿，就拉到俺那儿，拉到俺那儿给恁找人带带。那男人谢谢了，我这边钱少点儿，没这样多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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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奶奶，漂亮，奶奶漂亮，不漂亮吗？好了，那青椒装完了，我俩带回去。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西瓜视频牛不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再见，拜拜。